老師是 Bonnie 老師。Hi， 大家好啊！我哋今日咧就會用呢啲 Midolino 嘅 stick 咧，嗰啲喺我哋嘅設計上面咧，做一啲更加有韻律、又好 elegant 嘅嘢。我哋買翻嚟嘅 Midolino stick 咧，就係好多 comes with 好多唔同嘅顏色嘅啦。咁佢買翻嚟咧係一大把嘅，咁我呢度咧攞咗少少俾大家，就將啲 Midolino stick 咧用咗一啲少少排列 sequencing 嘅方法咧，我哋令到。做了一些線條出來的，同埋上面做了一些 pattern 出來，加了珠仔令到你整個作品看下去就 elegant 一點。很容易的，其實你整幾條就已經可以製造了一個花本身一些韻律出來了，易做的。其實呢很多時候我們將一些東西重複性地做，而做多幾條的話呢，其實呢我們已經可以在我們盆花裡面呢製造了一些rhythms， 一些韻律出來的，有一個大啦、中啦、小的圈呢，基本上已經很有趣地加了很多的線條在這裡了。